棒棒糖就当然多多利用啊。来，紧接着 Terry， 啊 ，Terry 算是很广啊。你拍过特殊的杂志吗？对啊，特殊杂志。对，这个 range 很宽呐、啊。就举凡各种类型都有啦，那也是配合制作单位啊，就是有兔女郎啊，然后戴假发、啊、就大小 S 嘛，嗯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反串哦、啊，就三八，还有跟那个啦爱情故事，音乐爱情故事，阿本啊幺幺，就里面我是百变大师啊，我从演一个店员又演一个厨师，嗯，然后又店员里面又演一个三八的阿姨，然后三八的阿姨之后又回到是那个俏皮的阿姨。然后回到一个俏皮的妹妹，然后又跑到那个演阿本的朋友，又演一个就是怪，这好有长啊！就一天里面有六个角色，我想这凸显了制作人要收压，有没有瞎整？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想要挑战的形象？形象哦，你未来正常一点，正常一点，新年新希望。对啊，嗯，哦，幺幺，对啊。再度入围，我也觉得我应该不会入围这个奖了，我一直很有形象。哦，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会入围？你觉得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很有形象，可能别人觉得我没形象吧。有没有有没有人可以举例他很没有形象？歌手大赛那一集他吓死我了，这不一样，那是为了要赢了。你扮什么忘记了？我不知道，好像就这样子吧，穿那个水手服，然后画他扮如花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有那个扮胡子、哦。那你未来新的一年有没有想要挑战什么？我新的一年啊，我新的一年是希望可以挑战跟 Apple 一样有气质。老大，你用机关枪打他。不要、啊。机关枪吗？这很经典，打我很多枪了耶！准备，机关枪扫射，预备，开枪！你看啊，你要拍拍手，有一个美女，对啊，一个美女呀，我的妈呀！强调，瑶瑶平常真的很放，很放，对，放得开。妮妮。是哪一点？应该是上次高凌风来那集吧。高凌跟汪汪啊，可是应该是汪汪，应该不是我啊。还有你叫卖的那个鸡血。屁！屁什么？屁什么？大过年屁来屁去。你再叫卖给大家看一下。要有气质。2007年。妮，你未来新希望是什么？新年新希望。还是希望我的衣服能卖更好。好，拍手。准备宣布了。谁？最没形象奖。最没形象奖得奖的是小马。我说小马，好端端的一个帅哥，何必走上谐星这条路呢？不过就是你这种敬业不计形象的态度，棒棒糖才有敬业的成绩哟。反正都没形象了，继续走这条路就对了。谢谢，接受红包。最没形象奖其实也是最配合的，一千块，哎，好嘞，100元，恭喜得到100元。现在有机会变200，要不要？你玩了嘛？4点，对呀、啊，随便丢都赢。啊，6点，老师可以弄一个小礼品，有一个那个吉祥小礼品，来，那我来一个04好了，特别一点，04，哪来的特别？正常人都不会选七夕的。招财进宝。大吉大利啦！谢谢小马为节目的掌声，欢迎来了。小米，给我换衣服。因为今天是除夕夜嘛，那为了连接那个新的一年，还是要非常时尚的。小米姐没耍到音乐走秀来，小米姐不开心。今年最受欢迎的流行 in house 主持人陆嘉怡小姐。哇！
动的，一分三十秒的时间换装完毕，拍手。好，其实我要讲一下，就过年呢，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尽量都穿红色。那我们其实为大家示范不同的红色穿法。对啊。刚刚那一件是比较宽领的，然后这一件呢就是像这样子的毛衣背心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想性感一点，你可以里面不要穿短裤就直接。要不要停在这儿？大家请拭目以待哦。呀，紧接着要颁发的奖项是最有效果奖，入围的有最有那个獒犬。多灾多难，来来来，你认为你很好笑吗？好哎，我是那种，我觉得我是默默的幽默，默默就是不会很夸张。他是冷静型啊，对啊，不是属于那种搞笑，就是幽默。嗯。